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蕾爸，刚运动完，从健身房刚回来，该做什么好呢？答案是。既然要拖地，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把猫咪关起来。希望他们在里面可以乖乖的。客厅完工了，现在接下来是餐厅。接下来是我女儿以前的房间，是她的游戏间。这个房间比较小，很快结束。我现在呢，要把这些房间里面的东西给清光。我是笨蛋，这样就轻松多了吧。这是我的房间，碍于尺度，还是不要让大家看。有点好不好？做家事也是一种运动。